大家好，我是麦穗大牛，一首《男人》送给大家。我这辈子路过口供，砍过人，没人砍过，死都不怕。最怕的东西就是我媳妇儿的眼泪。我妈哭，有我伴哄着；我媳妇儿哭，有我。男人不是机器，男人不是冷血动物，男人要有坚强，要有雄心斗志，要不畏惧艰难。最重要的是，男人要有男人味儿，要有爷们儿的气概。男人要血腥，要勇猛。但是在这个文明的社会，男人的气概和忠言靠的不仅仅是粗胳膊和大嗓门。总有人说男人太疼老婆，就是怕老婆，这可笑至极。为什么怕老婆？一个小丫头片子也一只胳膊就能把她拎起来，为什么怕她？你们真的以为有多少男人怕老婆妻管严？错，一个真正有血性的男人是不可以和女人计较的。女人是用来哄的，不是用来骂的。女人是用来抱的，不是用来打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你有过几个女人，最后和哪个女人在一起，但最终究你最深爱的那个女人也会只有你一个。也许你们可以幸福地迈入婚姻的殿堂，也许你们可以无缘各奔东西。可是如果你遇到了这个深爱你的人，并且是这一辈子唯一深爱你的人，你凭什么不好好的去疼他？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前20多年最疼你的女人是你妈，之后最疼你的女人是你媳妇儿。做人可是要将心比心，人家大姑娘把青春和一辈子时光都压在了你的身上，你如果无法去包容她，你还怎么称之为男人？人可是凭良心闯江湖，无情未必真豪杰，男子如何不丈夫？男人比女人坚强，男人比女人强大。女人嘛，多愁善感点，柔弱爱哭点，敏感多一点，爱无理取闹点，没事喜欢胡思乱想一点，喜欢耍耍孩子脾气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闹情绪使棒子，他就这样了。你个大老爷们儿，宽大的肩膀，大胸肌，庞大的肺活量，却容不了一个小女人在你这里折腾，他怎么还能折腾？好了，如果有一天那个男人选择了这个女人，你就必须对她一辈子好。她可以闹，她可以吵，但是不许给我伤心难过，就是不许哭鼻子。但女人哭鼻的男人是无能的，抢女人的心不是本事。 OK， 我是麦崔大牛，一首男人在这时间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转发评论666，谢谢大家。